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.0 地图新玩法来了。纳塔火神是白狮城旅希巴拉克星形态曝光，元神 4.8 继续长草， 5.0 卡什纳塔三位新角色曝光。众所周知，元神封丹 4.7 的前瞻直播终于要来了，两位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、西格文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随着 4.7 版本的逼近，后续 5.0 纳塔卡池、新角色等相关消息也被舅舅们放了出来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5.0 纳塔的地图也非常的有意思，说白了就是有些地方不适合老老实实的踩着走，甚至有的地方滑翔落地前就会被高热量烫死。按照爆料的说法，用闲云或者伞兵赶路会方便舒服很多，看样子大世界的体验和其他地区差别还是比较大的。而最近有关于 5.0 纳塔火神希巴拉克的相关消息还是比较多的，其中目前的消息，火神有两种形态，城女形态下戴着红色的帽子，火焰瞳孔，红发加发尾渐变低马尾长辫，下半身是白裤袜、黑色腿环、黑色长靴以及红金色披风。城女火神据说和姬子有点相似，总的来说非常的酷。另一个形态据说是少女。至于纳塔的另一位角色希巴拉克，形象参考图也被舅舅放了出来，随即便有大佬用 AI 进行了跑图，总的来说还原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只是不知道后续时装的形态差距有多大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 4.8 继续长草， 5.0 纳塔三位新角色曝光， 4.8 卡池登场的调香师目前也并未确定，毕竟相关消息目前来看还是太少了。 4.7 到 4.8 版本作为封丹的末尾，长草估计是少不了了。至于 5.0 纳塔最近的相关消息也是比较多的，像火神、希巴拉克、伊安山等角色也会陆续登场。其中伊安山在早期的 PV 中出现过，是个白毛小萝莉，火神的话则是女角色，据说是双形态，希巴拉克则是赛诺同款男角色。个人感觉的话，这三位纳塔新角色会在 5.0 5.2 卡池登场，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拜拜。